男孩还是女孩，谁更聪明、更强壮、更机灵？观看屋户上的新节目《女孩对战男孩》。惊喜哦！什么？我的电视！欢迎参加我们的新节目《女孩对战男孩》，获胜者会得到一台全新的电视。哦，我的新电视！我太爱你了。这是在做梦，现实在敲门。我们想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《女孩对战男孩》，大奖是一台新电视。欢迎来到《女孩对战男孩》，我们全新的比赛节目。在这一轮中，我们会进行一场烹饪大战，认识一下我们的参赛者贾斯汀和凯莉。挥挥手，凯莉，这是你们的任务，做一道美味的菜，祝你们好运哦。贾斯汀收集了很多美食博客和食谱书，凯莉利用她的烹饪直觉。我们这里有不同的方法，贾斯汀正在找最好的食谱，凯莉在即兴创作。用你的手是最好的。时间到了，给我们看你的食物。凯莉做了一个甜甜的覆盆子芝士蛋糕。太棒了！贾斯汀从菜谱中捡出了最漂亮的菜，好点子。但不幸的是，这是不可食用的，只不够咸。凯莉在这一轮中获胜。女孩得分了，该进行新一轮的女孩对战男孩的节目了。谁能做出最好的沙堡，谁就赢了。凯莉在早期的中世纪的启发下，建造了一座经典的堡垒式城堡。贾斯汀的沙堡看起来像花坛爆炸了，但是一场意外的海啸袭击了凯莉的城堡。哦不，我的墙！对不起，凯莉，贾斯汀和他寂寞的花坛赢得了本轮比赛。男孩得到了一分。女孩对着这男孩，现在播出。我们正在举办一个新的厨房比赛，拯救鸡蛋。规则很简单，我们用碗盖住一个鸡蛋，然后打它。接下来我们打鸡蛋旁边的桌子。挑战是不要混淆动作，不要用手砸鸡蛋。我们开始吧，我们看看你们的反应能力有多好。这个游戏真有趣。贾斯汀变得超级紧张，他需要完全集中精力。谁先输？哦不，贾斯汀搞错动作了。再见，鸡蛋。男孩输掉了这一轮，女孩得到了另一分。这是战争，小心点，水母，你死定了，海胆。
水枪战开始了，谁弄得更湿谁就输了。近距离射击，凯莉，我会淹死你的，娘娘腔。来自主持人的水弹，你们都湿透了。这是一个平局。你正在观看女孩对战男孩的一场新的生存竞赛，谁先从沙子里出来，谁就赢了。准备，开始，从沙子中出来。贾斯汀正在用他所有的肌肉，连他的膝盖都绷紧了，但是凯莉滑出的速度更快，他的胳膊更瘦。加油，贾斯汀！凯莉已经出来一半了，贾斯汀正在用尽全力，但是他仍然在沙子中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旁边的那个家伙正在向他扔沙子。你输了，哥们儿，女孩领先。你好，甜甜圈，你们正在参加女孩对战男孩的节目新比赛，游泳圈比赛，吹鼓然后游泳吧。凯莉领先，拜，贾斯汀。游泳，凯莉，游泳。贾斯汀来了，小心，海洋，我来了。贾斯汀迅速追上了凯莉，哇，当然，他的腿更长。等等，这个动作是不允许的。贾斯汀超过了终点线，得到了另一分。准备进行新一轮比赛吗？你正在看女孩对战男孩，我们的参赛者需要建造一座可食用的金字塔，谁更快？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凯莉正在建造一个糖果金字塔，这是每个爱吃甜食的人的梦想。贾斯汀正在用减肥的美食建立金字塔，什么都不用，只用新鲜的蔬菜。时间到了，金字塔完成了。哇，这些看起来比埃及的还要好。现在互换位置，吃掉竞争对手的金字塔，祝你们好胃口哦。幸运的贾斯汀，他从小就开始训练素食糖果，但是凯莉必须吃生洋葱，这太不公平了。贾斯汀和他的糖果赢得了本轮比赛，他先完成了。另一个厨房挑战，洗所有的盘子，清洁是关键。决定谁开始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凯莉快速而专业地洗了盘子。轮到你了，贾斯汀。贾斯汀对洗盘子过敏，我们把它变得更容易，只需把脏盘子丢进垃圾桶。看看这儿有多干净，凯莉。但是你没法欺骗主持人，凯莉赢了，女孩再次领先。我们的下一个战场是充气游泳垫，我们面对面。哦不，凯莉，我跳下来帮助你。贾斯汀，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英雄。
这是我们的赢家，还有他们的大奖，一台新电视。在这一集《女孩对战男孩》中，像往常一样，爱赢了。下次见哦。你喜欢我们的新节目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更喜欢谁，贾斯汀还是凯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乌库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